江門五邑青年聯合總會早前同多個橋團一齊舉辦一個慈善活動，一齊到位於 Villa Cruz 嘅 Comedor Infantil Niños de Bendición食堂捐贈物資。係，大家好，我係江門五邑青年聯合總會會長何少娟。我哋今日嘅活動咧就係有由學生公所、五邑聯誼會、古江州同埋廣東同鄉會，加埋我哋嘅江門五邑青年聯合總會聯合舉辦嘅呢個捐贈儀式。今次咧嘅籌備過程咧，其實我哋已經係經過三個幾月嚟嘅篩選㗎啦。咁我哋有一個 list 就有成20多個慈善機構就要求我哋係捐贈嘅。咁我哋選擇呢個教會咧，因為我覺得佢哋係即係好默默咁為大家付出。因為咧佢呢度有150個小朋友，咁佢哋係得唔到政府嘅資助嘅，佢哋只能夠係靠民間嘅捐贈。所以咧我哋覺得佢即係話係為咗呢個社會呢個社區呢個小朋友咧係付出咗好多嘅，所以我哋會選擇嚟支持佢同埋幫助佢呢個教會。